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是唯一一个在世界屋脊开过音乐会的钢琴家。你是哪一年在那儿办的？1999年。哎，那你跟刘德华就爱你一万年是前后的那个时间。刘德华是我请去的，那个歌是我写的。对啊，我知道那歌是你写的呀。哎，你现在坐的这个地方的房子，就那首就是歌，爱你一万年的稿税买的。哎呀妈呀！支持版权法，来，大家摸一摸这爱你一万年的房子。后来我们做那个《千禧之旅》的主题曲，就用的《爱你一万年》。对啊，那是我的歌。对。是早晨5点钟的时间，我们所有的人正在收拾行李。今天我们就要离开约旦，出发去伊拉克了。我真是命好，啥叫命好呢？当时他问我，他说你这歌曲那个版税收入放哪？是中国音协还是香港什么音乐著作协会？我想都没想过放香港，所以后来在新加坡、台湾、澳门、香港、马来西亚这些地方。所有这个歌在歌厅里播一次，我就都有几分钱可以拿。哦，当时我的这个头款付的当胚们，绝对不是弹钢琴弹出来，是一不小心写了一首歌，就是在拉萨，所以我跟西藏很有缘。